那全国多地啊，今天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状况。北马方面，槟城和基打部分地区会有雷雨。那另外在吉兰丹州、登嘉楼、布城和柔佛，预料是午后会迎来局部雷雨天气。吉隆坡午后同样是多地有雷雨，内陆地区有局部雷雨的州包括玻璃市、霹雳、彭亨、雪兰莪、森美兰和马六甲。沙巴内陆地区、西海岸、斗湖和山打根的部分地区午后会有雷雨，古达预计会是刮风天。沙拉越方面，古晋、斯里街、施乌、梅里等等十个省的局部地区也有雷雨，但是只有加伯、梅里和林孟的雨势会持续到晚间。全国最高温摄氏33度，最低温24度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后有更多精彩消息。